车子的颜色就像人的脸，是给人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。因此，很多车主都会为自己的爱车涂上不一样的外漆，以彰显自己的个性。国外一罗马车主便是如此，但是他却并不像普通人一样只涂上不一样的图案。他为自己的爱车涂上的油漆的特别之处在于，表面上看起来和原来的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缺少了最必要的热水。只见当时司机将一壶热水慢慢地倒在这辆宝马车身上，突然热水流经的地方开始浮现出车身隐藏的图案。原来这是一款由特殊化学物质打造的炫酷外漆效果，当热水的额温度越高，车身外漆的显示效果就越好。接下来就是车身的位置，车主不断地往车子泼热水，车子就像变魔术一样，随着水的沐浴不断地出现炫酷的图案，最后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案，引得围观的群众拍手叫好。车子摇身一变，整个感觉都不一样了，真的是非常酷炫啊。不得不说，国外车子的改装技术真的十分成熟，他们不仅追求不一样的装饰与个性十足的改装，现在就连外涂的油漆也变得如此的神奇以及独具个性化色彩。看到这里，小编都有点跃跃欲试了，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。